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利尊念，吾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灵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精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吾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灵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精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吾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灵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精伽，诸众中尊。听看大经好字，第538页，第七行，对中央看起，有法中者，如来所说之教法也。教法含种如意，故名法中。这个是解释法中的意思。他无情啊，有种的解释。法中啊是法性，是理体，嘛是每一个人从本来就有的如来众生，这叫做法中。就这颗佛一生恭敬教学，嘛会当讲是法中。如来啊所说之教法，这是指这颗牟尼佛。教法啦，含藏如意。这个教你所说的这经，无论是大乘、小乘、天教、密教，那所有的经典内面，会当讲，逐字逐句拢是含有无量意。啊，所以呢，请这个经典啊，是法中啊。如法集结，各有法啊，法文，文是文中的意思。而这法拢文中的典籍来对，依说有84000。啊，84000是代表圆满。啊，这个经呢，确实啊，甲伊列出啊84000条，咱参考资料内底有。这是对佛学大师典揭露出来啊，法门的事故。众生啊，有84000烦恼之边，不为退敌之啊！好啦，帮助众生，把这边化解，说84000之经典，这是84000之说的由来。我华经
遍布踏品，有一句这款话，七八万四千法中，十二部经为您演说。就是讲诸佛出世，大部经啊，拢嘛是圆满。所以这个经义呢，是随人、随机、随缘的，无共款啊。讲法嘛是无共。我伫头前有讲过。佛祖说的一切经无意思，伊是啊对诸行来对诸念捞出来，因为啊无一切义，伊就会当随啊一切义啊，实际上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。我们每一个人看的经有无同意思，这个不是经的意思，是人的意思，也经无意思，会当对治烦恼，这就是正法。那未当对治呢，引发烦恼，那完全就错了，不是佛法。佛法啊，决定就是咧帮助众生消除烦恼、化解烦恼，每个人啊添麻烦的啊。啊，对治八万烦恼，八万烦恼嘛是俗语，应该讲八万四千烦恼啊，嘛有人讲这个八万四千颠倒，颠倒就是烦恼的代名词。下面就解释八万四千颠倒。遮天之幻，这是古印度，古印度人称做量子的定定古八万四千，那六说就是八万，这是古印度因这个习俗啊，南宗法所因华严空无闻，八万四千颠倒者，是顶接力无之意，为种种邪见烦恼。念无真心，就这个意思，该叫顶落这个落叶，为众生以下见烦恼落叶啊不现，这是真的。轮转生死，没有尽时。那六道轮回，安怎来？是烦恼、颠倒，伫咧推动的啊！啊，咱若是讲把烦恼放下啦，六道轮回就无咯。
啊，若讲照大乘经教，常常咧讲咧，六道轮回因一件事烦恼造成咧。那见思烦恼有偌济呢？是讲袂尽，用84000来形容。那见思烦恼那断咯，六道轮回都无去咯，都无咯。所以讲六道轮回唔是真呢。但过众生啊，迷啦，迷人俩，所以讲伊是真的。你这内面受苦受难，未当出离啊。论机颠罗，根本不出十数。这个十数都是见思烦恼。无是诸中，随意一事为条，即九事为作，那就变一百了。这是讲这个84000安怎来？有三世各有一百。三世都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那都三百咯。呀，现在世呢，一百四尺，不论上座，有过去、未来，二世两百。有各个以一数为条，九数为座，那就变作2000咯。啊，合头前呢，现在是100，用成2100。有欲，这个欲是当咒来讲，有咒。多贪、多嗔、多痴，定分四种的众生啊，共有2100，众生8400。个咒呢，四大六衰，共有8400哦，这个8000啊，400。中行84000颠罗，下面有一个表，那四大地水火风，六水就是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法。那这个表最早看到有。对道平看甲正平，这是啊，经典顶面常常咧讲呀，84000，84000是个圆满数，那都是安尼来。咱过来看，两个的注解，《法华经》菩萨品文。其84000法藏
为您演说。修行有下论啊，有讲说法有情，有贪嗔定过万烦恼，为对治之世尊说过万法文。法文呢，就是啊，法门。是以愿为无量众生开显法性之真实，复流出八万四千妙法啦，对治众生烦恼。但有八万四千法门，唯以净土妙法，并非真实之理。可令一切含灵皆得度脱，故知除开法藏之首要，正是本经呀。这段是讲得非常好。世尊。为着要对治一切众生的烦恼，讲出大圆满的法门，这个法门，门门拢嘛会对治众生烦恼，帮助众生证到无上菩提，金刚经讲啊真好啊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不过众生的根性是无同，作业受报都无同咯。千差万别啊！说法的人拄着佛菩萨是无问题咯，罗汉嘛会应你，那是拄着凡夫的人。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烦恼烦恼无断呢？就是讲拄着佛的经典呢，嘛未当啊缓解，只会看到招魂的欲限的道理，这个道理未当啊解决众生的问题啊。在佛法的时期，这是普遍的现象，因此佛啊非常慈悲怜悯发化时期的众生，我为众生介绍娱乐世界弥陀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会当普应根基，金门就定有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正是啊，华严经上所讲的一道不离，一即是道，道即是一。拄到这个法门，你无法思及，拢嘛会当得到。
所以佛弟的第一经里有跟咱讲，如来灭后，应化时机，大律成就，容易啊！为什么人老是听话的认真去做？只开对正果，哎呀，得定的正果，啊，到甲上快的时期呢，就是一千年了后，离开佛真远咯。人的根性就不如过去的人咯。换一句讲，退化咯。全修戒律是未当成就，爱修禅定，所以上法时期禅定成就，嘛是啊一千年。这个一千年拄好伫个中国，分别到了后一千年，佛教传来中国。那时阵拄好是正法机器咯，上法啦啊出现，所以禅宗伫中国大行其道。一千年当中，真正是了不起啊！参禅开悟的人真多，咱伫个火顶会馆内面看到一千七百人，也阁有经得传登录来对呢。啊，这个名山不差。因这个寺庙内面所记载啊，三字内面啊所记载，哎，六估计啊，应该都有三千人。那平均起来差不多每一年都三个。代替大我明心见性的人，啊，上法过去咯，进入佛的末法的时代，人的低见增加真多，妄想杂念未断啊。所以啊，伊啊，定不落来。啊，咱现在伫这个时代啊，所以佛讲啊，末法即盘泥呀，净土啊，新洲。咱嘛看到咯，真正净土法门确确实实会多，末法即卖你的众生，末法第一个一千年过去咯，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，然后换一句来讲，对现在个落去也个有九千年。这个九千年的众生拢靠念佛，
那这个法门是无比殊胜的法门，万修万人去啊！念佛感应的代志太多了，唔免讲记起，都伫咱的眼前。那诚心诚意，真正发愿求生，念这句佛号。几天一个月，甲阿弥陀佛念来咯，啊有感应，看到佛咯，有啊，无罪，两三年就看到佛咯，有的时至往生的，真正未少啊。只有所闻啊！啊，这个人会当甲咱做证啊！啊，证明讲，这阵甲咱介绍的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真有，不是假啊！确实有技术，确实有技能，然后就看到这本经，无丝毫怀疑，就读。一心相信，真正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要老实念佛，念佛的时阵会记得一个原则。不怀疑，不抉择，不间断，无一个未成就的。念落，甲咱啊做一个好的榜样，用心进前，每天啊念。十四万声的佛号，你不是普通人，咱看一下一生的行仪，真正是大众辛苦。那一同宗同教，严密宽容。阮是每年才见面，一见如故。一个是再来人，是现成一个普通人。这句佛号念半年，完全达到大势至菩萨的要求。
五烈六军尽量相继，伊拢做够了。啊，有地是指念光心，甲咱做好的榜样。啊，除非老大人以外，这几年来念往生的人，有一寡咱有看到的，有一寡是咱听到的信息，确实，不是啊，虚传。真正有这款人，真正有这款代志。啊，绝大多数三年成就，永永精进。半年、一年，成就的嘛未少啊。啊，所以佛在这个经上有跟咱讲，这个经讲三种的真实，真实之者，这个理想讲，真实的之者就是啊，真如本性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。能会真实之理为一净土妙法，特别是啊，之离佛法时期，佛甲咱宣说净宗，宣说无量寿经，念佛法门。啊，确确实实，这就是啊最真实的利益啊！灭了生死出三界，了我十法界，大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成就，无比这个更加真实的啊！破令一切含灵，开得道脱，故知所开法藏之首要，正是本经啊！我为众开法藏，这个法藏是指什么呢？就是这部《大乘无量寿经》的为一本。啊，都是念做老技术这个集资，啊，无法死期，只要得到这波就够了。决定会成就啊！甘得要用其他的法门来帮助呢？不免啊！一心专注真好啊！一心专注必定会啊提高品位，无夹杂。会怀疑，无夹杂不间断，啊！一心专念，
满言放下。无一个未成就的，真正是玄道大师所讲的万修万人去啊，一个都未老。念佛阁未当往生呢？真正的原因就一个放不下啦。伊未当往生，伊甲佛的境界无拄去，啊，信息未通啊。万言放下，障碍都无了。我啊，即地的起心动念，阿弥陀佛拢知影。我念念想要往生，阿弥陀佛嘛知影。那什么时阵往生？阿弥陀佛拢总知影，咱唔知影，伊知影。啊，到时阵伊就来接应了。咱伫即地每工拢咧五忙啊，这个真重要。大工咧五忙要求心净土啊，一定会甲阿弥陀佛五忙来。那阿弥陀佛来咯，这些都应变咯。那讲也有寿命，一般来讲，你的寿命若到的时阵，佛来接你。也唔过有一寡同学，知影讲伫这个世间太苦了，有寿命伊无爱了，会因为会因呢？提前去往生，这种情形嘛真多，嘛常常看到，不是讲无。安尼咱家己都明白咯，啊，咱甘爱留伫这个世间呢？啊，无想要留伫这世间，提前来去往生。佛真慈悲啊，决定来接引你啊！啊，留伫这世间，家己一定爱做，爱发心，做一个弥陀弟子的榜样啊！成就无量功德，哇！那未当做大众的这个好朋友，不如过早一天来去啊！我有想念，我无爱，为什么唔让我别人看到我这款的歹模样？那这个要下定决心嘛！佛菩萨慈悲啊，绝对袂辜负你啊！啊，袂当做好模样，赶紧来去啊！会当做好模样，这个好模样是你的众生，不是为家己。家己较辛苦一点啊，成就功德啊！
这个功德会帮助咱伫个极乐世界，提高品位。这个头一句所开的法宗，就是这部经典、这部注解，这个法门。公司啊，下面这个公司功德簿，公司者普遍施给呀，我利一切众生，故闻公司所施之物，乃功德之簿。那什么是功德？天台是地价大师，你用经书顶面有讲啊，植物人工规矩法则啊，物有财物。有法物，也有无义布施，这个三大类。会当布施，即功啊。啊，布施是因，因一定有果报，果报都是德，所以功是功德。在佛法里面，用不老心去修布施的是功德，不老心就不是功德，是福德。啊，你得到是福报啊，来生福报。世间未少人有这款概念，这一生我就不记起咯。一切忍受就来生啊！啊，断恶修仙就来生的福报啊！马上是聪明的人，啊，一世比一世提升的好代志啊。但是你未当出六道轮回，那你定爱怎样？我出轮回，第三仙道的时间短，第三恶道的时间长。轮回来对家己未当做主，真惊人咯、哦！来生要去多一多业力啊，牵着你去的啊！啊，所以任何人都无相干，啊！你要去倒一倒去投胎，跟上帝无相干，跟阎罗王也无相干，跟佛菩萨更加无相干。拢爱知影，家己爱负百分之100的责任，
啊，怨天尤人迄个罪上搁加罪，错咯。啊，所以呢，日常生活当中，一定爱培养善心、善愿，都袂去对三恶道啊。一定爱甲这个自私啊、自利，所以连利己的代志，爱淡化啦。那会当当是上好，袂当当爱减轻。因为这种的念头，这种的行为，拢嘛是咧做地狱业啦，非常麻烦。啊，无论家己是不是会去得到利益，你偌济这拢嘛，唔是啊，好代志啊。你伫这世间会当享受几工呢？你若落去三恶道，那就真麻烦了。五鬼道内底一工，是人间一个月。鬼的寿命长啊！贵苦，比人更加苦啊！没去颠倒，菩萨虽然慈悲，在鬼道、地狱道拢是现现身说法，听人真少啊。所以佛在这个经典里头定咧讲，人心难测，佛法难闻啦。免得人得到人心不容易，得到人心的好处，就是讲人容易讲恶。你从道内底来比，人是最容易讲恶，因为人在这个一生。苦罪乐少啊，苦罪容易感悟，那乐少会当修行。那三恶道是苦罪，无乐啊，你太苦了。所以是贫穷修道难啊。啊，对人心文和化，一定爱珍惜啊！怎样讲，这个得来是真正不容易啊！唔知影要珍惜错过咯，这真正错咯！一千万劫难遭遇啊，一下忽然间拄到，去当面错过。一个亚度，一个亚逼千万劫，你才会当去拄到第二摆。说明讲，唔是遐尼容易的去拄到代志啊。咱家想看卖，这个求上的人口，现在呀、啊，差不多是70亿。70亿的人，有偌济人会当去啊，闻到佛法呢？啊，知影讲有佛、佛教这款代志，
大概有十分之一。对佛教小可有认识的、有了解，可能就是百分之一。知影讲有净土宗的、有大乘的，可能是千分之一。也有记净宗经论的，法愿往生，但是啊，伊还佫有疑问。也是讲尽心愿力拢嘛无够的啊，应该是万分之一。那所以啊，伊真正接受净土经教的啊啊，法华王生呢，一万人的当中啊，难得到。有一两个往生尔，往生人无罪。也知影讲轮回真困难出啦，袂当出去啦。袂安怎呢？有经教啊，比什么都较重要。只有经教会当帮助你认识西方极乐世界，了解阿弥陀佛。啊，认识咱即卖徛的即个环境，两个来对比一下。咱要选择倒位，正宗也是会当选择的。六道内面，念经、善恶是会当选择的。啊，福啊，教人选择。选择西方极乐世界，选择真君阿弥陀佛，真好啊！决定会考虑啊！咱啊，头脑爱冷静，加想一下这个问题，大事啊！其他的拢嘛是小事，无所谓啊。有正慢不可来对你讲啊，恶尽言功，善不完的法德，这功法嘛是真好。恶尽咯，功呢是对断恶来。讲的啊，那定呢是啊，对修仙来讲的啊，断哦修仙啊，这叫功德啊。有德者得呀，
这两个叠叠是同一个音，意思相通。所以啊，道德这个德呢，啊，会当当作德行的德来讲。我得到了，修功所得啦，国民功德。啊，修功呢，就是段哦，修仙。那、啊、真正努力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仙。仙恶是有标准的，啊，佛门来对，有十仙，有五戒，啊，这些啊，普通的标准，那、啊、一般的标准。那只要是以佛为师，用佛学习的，就对三规五戒十善入手。咱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提倡十军的教育。你像正常啊，同款先甲军培养好，军那是讲定不在呢，这树啊未大长，本来根本呢，就是三规啊，五戒十善。无论是出家在家，这是根本。无伫这根本来落手，你永远拢未当啊成长。唔过是咱今仔日所看到的呢啊，因为伫世界上每一个角落，拄着下苦的同学。在家实现无足够，出家阿弥陀佛无足够，哇！一句讲无入门啊，名义上受三规无路用，迄是假啊！有名无实啊！啊，唔是真呢？原因到底是安怎呢？咱冷静去思维，才发现讲要有根之根。为什么中国古早时阵的人，伊哪拢做会到？啊，古代的人确确实实出家，阿弥陀佛、比丘戒、菩萨戒，真正会当持。做会到啊！为什么现在做未到呢？古早时阵，中国家庭的教育好，对细汉就甲人的根甲扎好了，那扎根教育。中国的古人啊，非常重视。那什么时候开始有心啊？都开始。老母有心咯、哦，
讲究海教，有心咯、哦，念头爱端正，唔通有邪念，唔通有妄念，唔通啦有负面的经书，为什么会影响胎儿啊？言语做作拢都爱啊端庄啊，所以你那伫咧坐胎，都必受着啊老母的正气。这囡仔生出来都真正好饲，听话，出世了后。哎呀，专心嘛，专意照顾这个囡仔三年，对出世到伊满三岁，就叫做扎根教育。那《弟子规》不是要给囡仔来念的，不是要给囡仔来背。为什么父母爱做好这些囡仔来看啦？啊，因为父母，家己父母也低的，伊个少年呐，生囡仔都二十外岁尔，父母嘛是不过四五十岁，啊，所以你孝顺父母。也囡仔拢会看到啊，完全用心教啊。地主规革命片是不是一样？哎，做出来好这囡仔看。啊，好囡仔伫这成功的当中，所有一切不善负面的，决定唔通好去看到。唔通可以听到，唔通可以去接触到。啊，医师看到、听到、接触到，拢嘛是正面的。这个囡仔棍就砸落去咯。古人啊，有一个谚语直咧讲：三下看八砸。三下这个棍啊，讲砸真好，八十下伊拢未变款。这个教育人家淡掉了，啊，万千万年的一百年，说分咯，都无咧真正咧重视啊，重视的人少，无重视的人多咯。到个民国啊，都无咯。民国初年啊，阁有人伫咧讲，啊，无人去做咯。啊，中日战争爆发了后，完全拢无咯。讲嘅人嘛无咯。那也阁是中国人两句话：主不教，人心歹咯。咱现在来看，做父母的无认真教啦，人心歹去咯，家不济，社会乱咯。中国的古早甚至家无咯，那唔能讲不济，根本都无啊！这社会哪会袂乱呢？中国过去是大家庭，对社会起真重大的影响的作用。每一家拢会把这个家会管好，社会就安定。
啊，所以一条历代都献给长时期的太平盛世，对对来呢，是对家真侪来，家教。那中国人上了解家教的呀，对细汉就家己那教好。啊，读书名利，以心动念，一切作为，未违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。啊，家对中国这个族群，对中国五千年历史做出伟大贡献。所以中国人所以啊，离乡背井，离开家乡去外面工作，年纪大了，退休了，一定回去伊的故乡啊，叫落叶归根。为什么呢？家养老啊，中国人家一生幸福啊，放在晚年啊，退休了后，晚年是人生幸福的一段啊时期啊。另外，当年就严加管教，无自由。我像外国囡仔，发发发发，中国人要甲囡仔教甲规规矩矩，真像这大人共款，伊捌书捌字，好好啊，甲煮汤会好，啊，孝忠呢，为社会付出。啊，中国人无个人的观念，无家的观念，一生都嘛为这个家来活呀，为家来存在。所以心量大啦，啊，一个家庭通常是五代同堂，实际上不止五代，总是有六七代啊。五代是对家己算起去的，啊，有爸母、阿公、阿嬷。咱祖父庙，古祖父庙啊，下面也有家己后生孙啊，呀，这种的大家庭。以后无可能会搁再出现啦。啊，所以讲咱都咧愿望，
现在这社会内底各种无共的社团，处在中国家庭的迄种的精神，若讲真正的处在，那如你有相信，中国也会出现千年盛世啊！个家都，家规、家学、家业、家风，由社团来继承落去，啊，作为统领。那是不是做一教拢嘛爱靠教育哦？来恢复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，社会啊，这个团体、无共团体，才会当继承中国传统的教导。这是中国啊，这个族群里面的特色。中华传统的特色，在全世界找无第二家。恶尽淹没，是每一个人一生努力修学的标准。人活在世间要创什么，就是做这两件代志：恶爱当先，就爱修。你会争夺一片的功名。哦，那是无灯，先都唔清修，也前途是一片乌暗。内心无可能未去对三途，这是真的唔是假啊？下面讲咯，综上而说，连王经所上所讲的，正万宝窟啊所讲的，这两种讲法拢嘛是以理性有故恶明功，这理性性是众生，理的众生。理性是先啊，就是这个修仙加苦恶，也叫做功啊。诸功之过，功是德，德者德呀，德者修功啊，所得呀。啊，利生是利益，就是今仔讲的利益啊，社会。伊啊，专心专力为社会大众服务，啊，去恶咧，就是成就家己，成就家己的德行。成就家己的善行，啊，修功所得，
修是因，德也是果报。修在时得到财富，修法时得到聪明智慧，修无为时得到健康长寿修。啊，认真去做啊！决定啊，有好处啊！下面一个布利，这句经文最后是一个布利，应亲重感。这里呢，念落那是无甲咱提醒，咱往往会甲伊疏忽去。那伊一个提醒，咱就会注意到，这里意思真深，处成为华龙点睛之笔，该开发中所开现者，就是讲这个宝啊。啊，公司公德宝。啊，这个宝具体要按怎来讲呢？广施有众生，就是这个宝。这个宝什么？有诸宝利有三义，一者为清，有尊佛以名为。佛王如来，赞美念佛三昧，恭喜佛王三昧。啊，尊佛菩萨之应帖为不应定，这个应帖是应证。啊，咱修的功德，不知是真也是假。有佛菩萨甲咱来做证明，也应该就是印证，那称为不印啦。这个是称赞，你家呢？不来还物，摩尼之一名，这是有不物啦。可以多位叫做摩尼，反正中国意思的反正不林王经用混作物，梵文摩尼诸梵为不，为一梵文无以不足啊！咱啊，体会这个意思，该翻作无以不足。所以所求该满足过，你要得到无以不足，你想什么拢买得到，拢会满足。啊，这有神物，由《涅槃经》第九讲，摩尼珠，有作水，水即为清，《弥陀经》所抄来对我讲，明珠有作水，作水不得不清，佛号有乱心，乱心不得不佛。正是啊，以宝珠如佛号，念佛啊，会当甲一个烦恼甲念无去，会甲清净心甲念出来，清净心就是宝啊。
这是第二个意思。三者呢，地多论七十七佛，无住不中，法不是实不，今世后世乃至涅槃，名为利益。大地多论讲到究竟，讲到太好了。为什么世间之宝利啊？这一生啊，得到了，大好利，富贵的生活。但是你死了后，你是带不去的。只有在这个世间享受几十年，几十年无罪啊！享受几年啊，十几年真罪。咱来看每一朝代君王，因啊用又会颠簸真多，死了后一个就炸袂起。啊，所以真正的这个宝呢是法宝，法宝这是啊真实的宝。为什么今世你受用呀？后世你也过会受用，你会带得去的。乃至你也种着大涅槃，你也会当载去，永远袂去失去啊！这是物件法宝啊，法宝是什么？大定慧，三宝啊。你一定要认识啊！这届的功德是在一起的，就定那个功德利益立马是在一起的，开智慧拢总在一起，所以伊是真的，伊毋是假。现在啊，得到利益，来生嘛得到利益，后世。永远拢会得到利益，啊！金金中不离，这句啊，如上注意，顶面讲啥意思？这不来对拢有含，不就啊？这啥意思？祖算啦、啊，积法啦，是啊，真实法宝。诸法之妙无相，故汝之为宝。这个、法是什么呢？这个法都是无量寿经啊，啊，都是心愿其名，往生净土，不退成佛。这就是寂妙无上的法宝啊！啊，这个宝啊，就是这部经啊。若切记诸宝，确切给你记出来。这个无上妙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持名之法。马维大师所讲的，
净观其名的四字是无上法宝啊，真心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信有阿弥陀佛，有缘往生，一心念佛，这是啊，信愿持名，无上的妙法啦，无上的妙宝啊。所以呢，知名之法，该念佛之心因啊，坚固不坏，犹如金刚啊，宝清宝呀。你讲得太好了，那公司功德簿就是公司净观其名。那豪华释迦牟尼佛，还是这部经典助力啊，专心专力把这个经典这个法门介绍给大众，利他公司啊，家己一定要得到利益才会当公司，家己若无得到利益，袂当公司。介绍别人是讲袂清楚，家己有怀疑，哪会互别人相信呢？那家己修真正得到利益，你讲出来话，达你达句拢嘛叫做斩钉截铁，无丝毫怀疑，无人袂相信。如观复三昧经，观复比行品能闻，这来对有些比喻，比如有一个善恰人啊，你有贵意识，以咱现在来讲，你富亚人因兜去做工。只有王子出游，即大不平。我伊摕着一支宝瓶，宝瓶内底藏着王不银啊。那贫家呢，乍来亲赴来做义工，摕着一支宝瓶偷走去咯啊！这是啊，你切刀的，这王子，伊知影咯，啊，输六大兵，兵行，这个行呢是骑兵。六乌枪堆积，是兵临走入狂野田中。这个头刀的这个人呢，咱讲伊的心不善啊。后面有对兵，伊啊，这个旷野的中是一个烂土的所在，水浅泥真深，行到这地真歹行咯，也毒蛇自四面来，用水欺骗者。这个蛇是要加啦，啊，毒蛇想要加啦，
这个人从故里东西地走，见空地中啊有一大树，一个这个步兵跟你来对，反正时间背景大树，这时阵军队。已经啊，我来到地咯。伫个这树卡，这个偷梯人啊，看到咯。伊甲王的武印吞落去，用手看咧面咧，乌青，六只乌青，用皮啊。甲手甲卷互伊倒，这偷渡的人就活在涂骹，身体败坏咯。金银那滴副板内底的放工，都下建功四散，扶扶一个比如。啊，说明讲这个事实真相。不的是对这些囡仔来对，不比奉公。这个人啊，死去了，头体人就死去了，身体散坏，就是讲死了。龙虾看到这个根嘛散开。不过阿难，诸念佛者心印不坏，亦复如是啊。最重要的呢，就是一句话：啊，念佛人，一句阿弥陀佛，都是无印啊。啊，一句阿弥陀佛呢，的身体。内面呢，伊就会放光。但人看未到，念佛的心愈真诚，愈恭敬，光啊，就会啊愈大，光色就愈好。啊，光明的大小颜色啊，拢嘛无同咯，因人而异啊。那一切光内面，大家拢认为讲阴光是第一啦、啊，啊，金色光明啊。啊，诸无念佛，心安住在佛陀内底。除了一句佛陀以外呢，难言放下，心内只有阿弥陀佛。所以来纪念阿弥陀佛，身体礼拜阿弥陀佛，三业恭敬，那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那一定要知影。念佛往生的人无生死，你一定要知影。六道内底有生死，念佛往生的人无生死，因为你往生时阵，你头脑真清楚，
你是活的去往生呢？你唔是死才去往生？你还未断开啊？你就看到阿弥陀佛啦！阿弥陀提着这莲花啊来啊接引你啊！啊，你家己背起这个莲花，离开这个身体啊，这个、身体肉身无爱咯。你坐在莲花顶面，所以无生死啊。其实身体无爱咯。莲花里面得到的心，是啊，发性心，换成身体咯。在莲花里面换，那安怎换？可能自己都不知道，自然就换咯。换的太妙，在圣教里面所讲的，转八邪生四谛啊。每一念佛人伫莲花内面，拢嘛是转啊，不色生死地。所以啊，到家西方极乐世界，花一个开，你就看到阿弥陀佛。你的心是发性心，诸个世界是啊，发性土，是不土如是，方便土嘛如是。用基础也是如是，啊，这是十方诸佛世界来对，是无的啊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。那、啊、所以这个法门叫做一心成就法门，那是一心去到极乐世界。你叫做世界一生，进到究竟圆满的佛果，所以这个法门叫做东升成就的佛法。这跟任何法门都无同啊！任何法门不可能是一生成就，爱多生多世修行啊！咱看五大国师，三昧水禅，爱拜禅的人常常有用。那书本内底写得真清楚，五大国师啊，十世古经不容易啊。伊啊，每一生寿命若到，来生过来临世，来生过来出家，真无容易啊！伫人间几百年，转换十摆身体，拢袂歹，拢可以记得前世出家修行，第十世。还是做国师咯，方向的老师啊。出家人当中地位上悬呢，那无慢心升起来咯，感觉伊出家人当中伊是第一，无人会当甲伊比的啊。方向啊，重用伊一块金香宝座，太殊意啊！金香茶雕的，金香茶伫这药店是轮流卖，这名贵啊！无慢心就生起来咯，我发心就离开咯，完成这组就车来咯，地头这林明称以后无名。天上人间啊，
任是天上人间十处往来。啊，咱甲遮个事实真相创清楚、创明白，咱会当甲往生来比呢？这差太远咯！啊，五大国师参禅无念佛啊，你讲念佛，伊老早就成佛咯。十世孤精也都要受报应，何况一般人无这种德行，无这种功夫。哎呀，毕竟是一个真正修行的人，有成就者，得到这个阿罗汉。加了加尊者的帮助，把这个劫难化解了。啊，讲到这地呢，我想起这个这两天传媒的报道，啊，北韩可能发动战争。咱是无希望看到这款情形啦，希望全世界尽忠忠孝，也一心一意进行念佛，甲功德回向给双方啊，希望这个啊战争会来化解，唔来发生。啊，今仔日这个世界上的问题虽然真复杂，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从今以后，用战争来解决问题是一个真正缓慢的办法，而且未当解决啦，伊会把问题变得更加复杂、更加麻烦啦。所以绝对啊，唔能轻易咩。用这种方式啊，今天的战争若爆发，真侪人拢嘛知影咯，拢竟然是无法控制，无法控制，就对小战争变作大战，变作核武生化战争。那这个战争一爆发，啊，就是全世界毁灭啦。一切应该爱和谈和平解决，人爱觉悟，咱当徛伫这地球上，希望共存共赢，唔通逼着我讲要富有，互你善吃，我生存要互你饿死，这念头是错误的。啊，比如别人去惊死咯，好啊，我死你嘛死啊，大家拢来死啊，这就是核武战争的思想。咱啊，规个世界人拢会死，这是鬼不倒的这个万分啊。只是好自卑都无啊！最近那里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，确确实实，唐碧讲的话一点也无错。那伊讲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的这个社会问题呢，只有中国孔明学说个大乘佛法。这两项物件拢嘛是中国，啊，所以讲，麒麟
你人毋通想结婚，若结婚，反正咧就是东归有尽，就会灭亡。这个代志咁就安尼解决呢？未解决啦。发动战争呢？参加战争呢？无一个未对地角啊！地角是足艰苦的啊！哎，偌济啊，无辜的人，这个名字你是要安怎害？这个因果你要安怎判？啊，所以啊，以后的教育，什么教育排在第一呢？要把因果排在第一。大家啊，真正相信因果报应啊，都唔敢去恶别啊乱做咯。那唔敢去做歹代志，歹念头都唔敢有。啊，重视因果教育，真诶啊，伊毋是假啊。这个提倡伦理道德教育，甲人诶啊良心啊唤醒，社会都救咯，世界才会有和谐。啊，咱认真去学习老祖宗物件，老祖宗留落来是宝啊！会当讲今处有阿弥陀佛的报应，阿弥陀的报应是一毫不。中国老祖宗传的是李和布，会拯救世界啊，会拯救国家民族啊，会化解一切冲突啦，欢欣不闲，到世界营救和平，到人类真实的幸福。啊，这是一寡外国的专家学者对中国传统的学说真正有用功夫的，以研究所得的结论。我是在几年前南昆大的教务长把这事情跟我说，他说以前的进程，澳洲一批专家学者研究这个课题，世界最大古文明为什么三个都消失，中国还阁存在？那研究中国啊，所以存在这原因啊，是什么呢？因最后得到结论，因为古代中国人非常的重视家庭教育，可能是这个原因啊。这个结论啊是正确的。
啊，中国传统学术的君，都是孝亲尊师。跟佛法的君完全共款，咱伫净业三福内面有念到佛头一句话：孝养父母。第二句：奉师师长。后面是诸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所以孝亲尊师是佛法的君。中国啊，传统的这个根本是以父子有亲做根本的，啊，父子的亲爱是天性，不是人改，不是多些发明呢。那佛教传来到中国来，为什么尊这么久？传去其他所在，拢已经消灭了。唯独中国也滴个，哎，就是讲伊甲中国的根本完全共款。但是呢，中国人那是甲孝淡掉，根本背起来了。这个四大古文明最后一个嘛，也是被消灭。咱在想讲。中国古文明来当继续保存，未逢毁灭，就爱大力来提倡孝道。那有孝道，就有师道，就有佛道。但那孝道无了，什么都未存在了。啊，咱都爱甲赶紧念佛求生净土，求净土以外，咱啊无第二条路通行啦。这后面这几句话太好了。功德之报，正是初心，就是念佛的心。五处心印，成为不印。祈祷大愿，普度众生成佛，为建出大愿，故大开法藏。恭喜无尽功德，所缘无上之宝，即处尽愿其名之真实法宝呀。最后落归在尽愿其名的这四字，这四字是真实法宝。那诸念佛者心印不坏，成为一代宗教之眼目。若其名念佛时，即是心印奉公时。古文。一声佛号，一声心，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今仔日时间到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